娘娘，午膳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没胃口，一会儿再吃吧。娘娘近日心情郁结，不知道有什么心事，大可以说出来，让奴婢为你分忧啊。没什么，没什么就好了。那娘娘不吃饭，趁热喝点汤吧。 娘娘五脏六腑脉象正常，该不是吃了不洁食物所致吧？我一没吐，二没泻，只是用完午膳以后，腹中有点疼痛，这不像是吃错东西的症状啊。下官一时也摸不着头脑，还是先吃一些健脾胃的药吧，希望能有所改善。那好吧，本宫就再吃一次。 要治不好的话，你就别来见本宫了，退下吧。是，娘娘。送一送。是。娘娘，有句话，奴婢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直说吧。娘娘每到中午都会觉得腹痛，其后便完全没事。奴婢曾在乡间听说，这可能是。 可能是什么？受人诅咒。方圣依，你看这段曲谱，我加进了一些琵琶，他们就在练习。因为这两段曲谱有相似之处，所以在下一段呢。方尚仪，林四正，有人举报邵春华在宫中进行不法之事。 我要带他回去搜查一二。林四正，这中间是否有什么误会？是不是有误会，还得查明才知道。来人，把邵春华押走。是。方圣，你先随林四正走一趟，我马上找李尚宫，看看究竟发生何事。带走。 是，林司正，开门。 是。嗯。
什么事弄得人仰马翻的，也不先行跟我汇报一下。属下本想先通知李尚公，但贤妃娘娘怕疑人听到消息先行毁掉证据，所以下令属下马上派人前来搜查。贤妃娘娘要搜什么？贤妃娘娘怕有人偷偷的。林思政，你们快来看看！ 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！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这东西不是我的。